呀！小秀，哼，自ら怒りを買うとは無効水な豚野郎どもめが。社長、我々の次の目標は誰ですか？ご指示を。上海で一番の洋服店はどこだ？評判から実力合わせ、上海で一番の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ドンシャオジー経営のツーローラン。必要なのはツーローランだ。はい。お前は表に立つな。このことは斉藤君に任せればいい。はい。学生啊，哎，快带李公子到后面去挑选布料。好嘞，两位这边请。好，哎，放这边。师傅，董老板怎么样？还满意吧？满意，非常合适。装上去我看看。那好，董老板您先去忙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先生，请您转过来。您看看这肩合不合适？赤诚啊。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。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了，两天之内来取，你抓紧时间。好，师傅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给赶出来。好，
哎，红玉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！哎，伙计，拿这块布我看看。你那画的对吗？对啊，师傅。你好好看看。嗯。肩宽。师傅，我错了。我说红玉，你上点心好不好？ 这么一个好布料，差点毁在你手里。好嘞，红玉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，谢谢长，您做一个好裁缝，首先要有个好眼力。放心吧。俗话说得好，手到心到，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。看看。 这个弯一定要是这么拐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师傅。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，看吧。直线的时候不要犹豫，往前推，推，推。 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师傅。哎呀，红云呐，我希望你啊，在这方面用点心。你看看你大师兄，啊，春生现在都能带徒弟了，可你呢？是。 要稳，这位先生找您。啊，你好，有什么事情？我想找董老板，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，拜托了。好，这边请。请。这边，这边请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您看我这衣服啊，这做工，这领子，哎，您看这衬，哎，都是好。师傅。 师傅，怎么样？啊，师傅，姐，一定要是这样来的，懂吗？哦，您过来，我帮你看。有人请师傅喝参的地方。下面这位就是董少基，董老板吧？正是。哎呀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不是荣幸，荣幸之至啊！春生，这位是啊，请问您，鄙人斋藤勇夫，今日不请自来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斋藤勇夫。 您是啊，对，日本人，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的日本商人。啊，对，哎，您看这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可以，请。病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供职，任商社副理，咱们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以后就是朋友了，请董老板多多关照。好，里边谈吧，请。 陈生啊，倒茶。哎，中村先生，请坐。啊，对不起，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，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。收购紫罗兰？是。斋藤先生，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 不，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，绝对不是玩笑。至于价钱嘛，好商量，只要谈判成功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。这是相关的事宜，请您过目。斋藤先生，请恕我直言。 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，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。紫罗兰能有今天，那是我怀揣小剪刀，挑着箩筐走街串巷，
拼了二十几年打下的基业，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。宋克，嗯，请。董老板，我们中村山社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，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？斋藤先生，我师父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走吧。 董老板，我非常的遗憾，告辞。不送。 师傅，这个日本人今天到我们这儿，张口就要收购紫罗兰，怕是来者不善呢。哼，紫罗兰不但遭到同行的嫉妒，就连东洋人也都盯上了。这些日本人太可恶了，他们在上海哪里有赚钱的生意，就把手伸向哪里。师傅，怎么办？ 现在东洋人在上海的势力是越来越大，所以，我们做每件事情要倍加小心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董小姐はズロザを言わないだと。はい。斎藤はこんなこともできないとは。なんて使えないやつだ。 また、ズーローらにやられたら、我が中村商社は孫風洋副業の計画を独占される。成功しかない。失敗は責任。はい。社長、失敗するより力ずくでいきましょう。奴の家族は？妻一人、息子一人です。息子？なんて名前だ？何をしている？ドン・フーバーです。何をしている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。 すぐに奴を内情調べて機械に乗じろ。はい。阿英啊，别乱动。我跟你讲啊，一会儿太太会陪老爷下来吃早饭。哎呀，别动。我跟太太介绍你的时候啊。 你要规规矩矩的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，知道不？舅妈，我晓得了。少爷，早饭都弄好了。不吃了。这么早上哪儿去啊？哎，你帮我看看，别正着。哎呦，有点歪。哎哎，你拿着。哎 少爷，你一边走一边吃不好的。阿英啊，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，像没你这个人一样。我不管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。
先到那边坐会儿去，我还得招待几位贵宾。行，你先忙，待会儿见啊。好。恩杰，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，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，还真看不出来，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老的儿子呢。哼，兜里铜板不趁几个，穷讲究倒不少，小裁缝就是小裁缝。哼，走。先生你好，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。为什么？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，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。日本贵宾，中村先生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这儿中国人、日本人还分呢？没有，先生。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？福宝，你也来了。伯伯，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。登阶大喜的日子，我肯定得来呀。伯伯，我不怕你不高兴啊。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，都是给登阶道喜的，对吧？都是客人，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、中国贵宾呀？哎，爸。怎么还不让中村先生就坐呀？文杰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？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？你看你阿宝，你哪来这么大火气？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。李先生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位先生，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，岂不太上风景了？啊，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，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一起坐下聊聊。先生。请坐。阿宝，你中村先生，都是我安排不周啊，实在抱歉了。算了算了，一件小事，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。好好好，那中村先生入座，请请请。都是你干的好事，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瘪三来添晦气，百姓。哎呀，中村先生，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。你放心，你们进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你亲赴日本签订正式合约。好。哎，刘少爷。哎，中村先生。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？哎，他哪算什么公子啊，他就是一个小裁缝。他爸叫董少基，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，倒还算是小有名气。他是你的朋友？他是我的同学，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还是一个班的。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，他很有性格。今天生意不错，我和太太啊商议过，除了像往年每人发了一份红包之外，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，再加五尺包年。大家辛苦一年了，是该得奖赏了。谢谢太太。老爷，嗯，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，这款子啊还没还清，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，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，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，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。银根虽然紧，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。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？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白没黑干出来。是啊，只要阿宝信守诺言，不再赌，不再挥霍钱，我相信紫罗兰钱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。自从阿宝毕了业，这半年来啊，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，看来
是铁了心戒毒瘾了。说起来呀，要怪阿丽这姑娘命薄，年轻轻的就死了。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。屁话，这能怪到旁人吗？都怪这小子混，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，真是笑话。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，我让这小子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，那日子可就好过了。如果阿宝再不成气候，再不戒毒，我告诉你们，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，我也不会传给他的。师傅，师傅，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。汇票？哪儿寄来的？啊，没有姓名和地址。春生啊，把这个送回去。哎，汇哪儿啊？还是老地方。这个人呢，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，他是怕我送回去，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。又是那位先生啊？那肯定是他，送回去吧。哎，春生，我看这次就收下吧。那位先生啊，是个知恩图报的人。这些年，每到岁末年关，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。你看，每年都给送回去，太不给您面子了。再说，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人了。啊，宝宝，听我的，送回去。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，可是日后，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。再说了，这种人的钱，来路不清。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，送回去。啊，是师傅。ズローラ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。いや、遊んでばかりの坊ちゃんです。恐れに足りません。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。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。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？斉藤にもう一度ズーローランに行かせろ。高難療法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。はい。白藤先生，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，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。董老板，别误会，我此次前来呢，不一定是谈生意。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，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。
孟子罗兰，谁呀？是一家日本商社，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。嗯，来者不善了。阿宝，听你爸说呀，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，势力很大呀。实力大怕什么呀？咱们就咬准了，死活不卖。怎么着？他们还能明抢啊？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，嗯，结果没几天，叫汽车给撞死了。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？不是他们干，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？哎，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！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，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，否则能这么嚣张吗？啊，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哎，我就不相信，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，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？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快吃吧。哦，吃饭了，吃饭。你们这是这，哎，请问你们这是？大师兄他们。什么事？这位师傅，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，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。切磋？刀总。嗨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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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啊？是啊，回事儿，没事儿了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这位师傅，请听我解释。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罗兰的兴旺与发达，我们可以共同携手，一起壮大紫罗兰。你们这是什么行为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这是强盗行为！哎，住手！师傅，师傅，不好了，店里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快去看看。哎妈，我去看看啊。哎哎哎！阿宝，哎呀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来，你们继续吃吧。我说你们干什么？哎哎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，就把服装设计师给招来，实在是抱歉。我知道，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，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。换一种方式？不不不，请听我把话讲完。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有国际水准，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，二位请看，他们各个技术精湛。都算是从与欧洲大师，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，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。另外，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，供给我们的日本友人。哎，我想问问，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呢？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。你说什么？那你这是想明抢是吧？董少爷。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我少爷，请问您贵姓？鄙人斋藤永夫。哎，来，我跟你说说什么叫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过来啊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个俊杰，就是说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。你一定要狠狠地给我打！好好好，这就是家伙，给我拉住他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别打了，千万别闹出事儿来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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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回去干活。颜色看，快点回去，散了。走走走走，回去干活，干活，走。バカ！大胆にも斎藤と設計士を殴るとは。はい、やつは野蛮です。絶対に許せません。你可得改改你的坏脾气。妄图一时痛快，这要是惹恼……师傅，师傅，嘉林啊，哎，你是本帮的小老大，我走之后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沉稳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知道了，师傅，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。先生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启程吧。对了，嘉林啊，哎，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，惊动了孟汉彪、竹铁山。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，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，马上开张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还有，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。货一到黄埔码头，立即通知中村先生。明白了，师傅，你就放心走吧。姓高啊？哎，师傅，你是老堂口了，又是大师兄，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。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师傅，你放心吧。嗯，走吧。师兄，你说师傅亲娘的死，是不是洪门干的呀？除了洪门还能有谁呀？前阵子我去乡下，老太太还好好的呢，眼下说没就没了。孟汉彪和竹铁山这两个杂碎，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，简直太可恶了！阿英啊，我的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？小宝贝儿，可别错过良机哦。朱老板，你真是太抬举我了。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，我已经感激不尽了，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？老板，
们这儿，大哥找你。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？送去了，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。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？不知道。真够败兴的。来。哎，阿英，朱老板怎么没跳起许就走了？他被他手下叫走了。放屁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得罪了朱老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他明明是让人给叫走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小贱货居然学会顶嘴了。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？别以为老娘我拎不清。不识相的东西。先生您慢走。朱老板来了。哦，金娜，大哥到了吗？里面。啊，你忙吧。好的。大哥，朱铁山，你就是个饭桶，整天就他妈知道泡舞厅，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。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还有脸问我？